简华理事总会将正式启动简华青年创业孵化器项目，决定把总会新会址大楼第三层划出小办公室，作为年轻人创业和办公场所。简华理事总会会长方乔生勋爵将以29日上午会见简华理事总会青年团代表，以详细介绍简华青年创业孵化器项目。本月27日，方乔生会长出席2018年度柬埔寨华校学生大使奖现场作文比赛颁奖仪式时披露，简华理事总会将推行简华青年创业孵化器计划，帮助华裔青年实现创业梦想。他指出，在简华青年创业孵化器计划下，简华理事总会将为有志创业的华裔青年提供支持，包括以优惠价格提供办公场所。简华理事总会决定利用新会址大楼第三层设立20个单位，并以每月$100优惠价格出租给创业青年。方会长表示，如果青年有好的创业理念，可以向总会提出商业计划书，总会愿意提供协助。他强调，青年强，国家强，鼓励青年发挥自己的力量，对柬埔寨经济做出积极贡献。